你有话要说，你需要一个平台。自由电影节 Freedom Film Festival 简称 FFF 是由马来西亚人权组织社会传播中心 COMAS 主办。马来西亚民众能够通过拍摄以及观看纪录片的方式推动和平、民主及社会关怀。你好，我是 Mick Hu， 我是2014年马来西亚纪录片拍摄基金比赛的得奖者之一 Fight Through Cartoon 短片的导演及制作。 Even my pen has a stand。 马来西亚的主流媒体受到政府的控制，言论自由受到打压，艺术及人权工作者常常被压迫。那在我的朋友圈子当中，漫画家 Zuna 是其中一个被滥权打压的牺牲者。他用政治史诗漫画唤醒公众意识，争取言论自由，但他被威胁、恐吓以及被莫须有的罪名捉进监狱，控上法庭。但你在主流媒体中，你就会看到政府要你看到的故事。我一直很想把这些故事及声音影像化，让更多人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，或让大家看到事情的另一面。你不能够只是盲目的听从或相信一个说法。那自由电影节给了我这个平台。自由电影节是马来西亚主办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国际性平台。自由电影节会有国内外巡回展览、出品 DVD 啦、工作坊、电影放映会、讨论环节以及电影奖比赛，让出席者可以跟导演、制作、演员们等等来个交流。你的题材可以是任何你觉得社会应该关注的事。参赛者不需要是有经验的制作或导演，每年呢会有三位申请者将获得资金及技术支援。通过这个自由电影节，你的故事会被带到国际平台。它不只是一个电影放映活动哦，它的每一场巡回展让你能够直接的跟当地的民众交流，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探索、讨论，甚至寻找及提供解决方案。你可能会在巡回展中遇到你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，也可以在那里找到志工的帮助。记得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我们2015年自由电影节见。